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oey。今集教大家煮煙肉西班牙豬梅肉卷，做法非常之簡單。如果小朋友放假在家，都可以同埋家長一起整嘅。我哋會選用西班牙的豬梅肉，它是吃呢個栗子長大的，將啲梅肉引乾表面水分，就普通咁樣卷一卷佢。之後咧就撒上啲海鹽、黑胡椒啦。咁首先燒熱咗個烹先，中火加入啲腩油。唔好成日反佢，因為好容易會散嘅。加入啲香草，少少嘅腩油，焗12分鐘。咁之前都已經係預熱咗噶啦，依家係200。搞掂，12分鐘，哇，好香啊！焗出嚟。那個汁咧會用翻頭先嗰個肉汁咧，煮到佢有少少結結地，咁就已經完成噶啦，我哋。